做好了，加一下工就好。 水分烧干啊，炒肉的话油多一点，来炒青椒。今天节日啊，我们有鱼头，有虾，还有牛腩，还有几个熟食，素菜就不炒了。还有个冷盘，还有个海蜇肉啊。 蚝油多给一点，料酒撒到锅边，胡椒粉，加点酱油上个色啊。 把调料拨均匀。 菜啊，又来了一个，抹布放一下，来拿过来。店里面的小姐姐都是小哥哥，都是大叔呢，有一个小伙子。 欢迎二二幺，今天烧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伙食啊，主播烧好菜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没有啊。 锅洗干净啊！知道你的锅为什么老动不好搓着？不是啊，我的锅我跟你说比较轻，我们快炒，比较轻它放不住，有时候这样滑下来，知道吧？放不住，但是它比较轻，炒着不累。每天我们跑量的嘛，这个锅好用的舒服，知道不？ 不重又不粘锅，这个锅的质量比较好，料酒不怎么脏，被我养的比较好。胡椒粉、蚝油、料酒、酱油上个色，泡椒来一点，牛蛙先把它味道炒进去啊，这样是又能入味又能去腥啊。 颜色有点淡，好，然后加点水烧一下啊，一斤味精。我这个锅36的锅，才好像是3斤都不到位，2.8、2.7，很轻的。 没过油吗？我们过油也算了呢，忘了。啊，本来要过一下油，偶尔也会失误。
会有的啊。我刚刚可能忘记了，跟你们说忘记了。好。知道你说这个对不对？那他这个是单灶马，不是那种灶马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有原因啊，过期也有原因啊，这边种有那种瓜就不会滑的。来烧个牛腩啊，牛腩烧土豆，终于可以烧了。土豆倒进去，来，高压锅拿走，西红柿倒进去。鸡精啊，等会儿放吧。拿个那个啥拿过来，盖子拿一个，小火给它烧一会儿。西红柿也可以炒一下啊，也可以用小火炒一下也可以啊，炒不炒自己看啊。鸡精味精来一点点吧，土豆还没熟，盖子拿过来，火小一点啊，拿过来了啊。马上就开，这个肉是肉，本来要吃牛腩要18分钟的啊，放高压锅吃，上去之后小火吃个18分钟。我们吃了16分钟，因为我们还要放土豆，啊，还要放那个什么，西红柿，所以我们只吃了16分钟。这盐已经放了，前面烧的时候已经放了盐了。啊。我们为了快一点，我也是用油炸了一下，啊，就随便烧几分钟啊，火再小一点，主要把土豆焖熟。这个西红柿你想也可以啊，刚刚就是不要倒进去，也可以放一点点的油，把西红柿先炒一下，啊。然后再放进去烧也可以，然后主播就直接倒。这个自己看啊，你想西红柿的味道更重一点嘛，你就炒一下。今天的硬菜，对，还有虾，还有个鱼头烧豆腐，鲶鱼头，还有两个熟食。这蔬菜我也不炒了呢，就三个人吃。好香啊。有香菜啊，葱花，等我撒一点。有土豆看一下啊，主要土豆还没熟，土豆太慢了。好，
哇哇塞，虾就盐水虾、硬壳虾。节日快乐啊，用户靓女商，大家节日快乐啊。再烧几分钟啊，我看了下门口，这个人都没有，外面一个人都去过节了，都去吃大餐了，街上都没人。啊，把这个烧好啊，自己吃啊，自己拿勺子吃，这个味道太。自己吃的有什么关系啊，又不是给别人吃，给别人吃我从来不尝味的。自己吃的。基本上我都不尝味道的，天天烧这些菜。徒弟走了，女的都不安全，是。街上走个女的都不安全，都没什么人。啊，土豆看一下，主要是土豆。哎呀，这个土豆还是好硬啊。早知道刚刚放高压锅里焖，我再小一点啊。早知道放高压锅压个一分钟。那现在不用了吧？现在不用了呢，我就再焖个几分钟吧，火小一点嘛，再焖个三分钟。我前面过了一下油了，土豆我前面过了一下油了，为了烧快一点已经过了一下油了。不饿不饿，对，前面炸的火要小一些，还要多炸一会儿。是的，是的，土豆要吃黄心，比较粉的土豆。我洗个手去。还有那个海蜇，我看一下啊，买过来是非常咸的，放水里泡一下。海蜇我查一下，可以了，淡掉了。把它冲洗一下啊，牛奶啊，一斤多，50块钱一斤，买了一斤一两吧，差不多，买了56块钱。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啊！
把桌子摆起来。来，小菜放旁边，这样吧。有的、啊，我们店里的都有发红包啊，有发红包。快了啊，有点烂了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拿个双耳旁吧，不要割了，双耳旁。香，好吃啊 ，nice， 非常 nice。土豆炖炖了，放了西红柿。来，双耳旁有吗？双耳旁。双耳旁。啊。好看一点吧，这个我要拍那个，谁帮我录个屏？等会啊。谁会录屏啊？谁会录屏？帮我录个屏啊！等我啊，我端起来的时候。先找好人。葱花拿过来。糯米在啊。好了好了。来，葱，新鲜的葱拿一下，再拿一盒葱。汤有点多啊，多就多一点吧。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好看，香叶把它扔掉。上面撒把葱。来啊，这个拍好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伙食啊。牛腩炖土豆啊，来糯米，来拍。好了吗？胡椒粉放了，早就放了。糯米是粉丝啊，是美女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我端出去了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伙食，今天。来，我把灯拔掉啊，我们也要开吃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嘿，哎呀呀，勾住了。小厨房，特别小。今天这么多菜，有虾、海蜇、鱼头。好的，就这么多了。